好，那个大家我趁机来就是宣传一下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在这边寄生的维基媒体社群，然后每礼拜五呢，就是自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在摩斯公聊做一个花一个小时来做医学翻译的一个写作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一开始是跟阳明大学的医学院的两个学生，他们曾经是博博想要来把一些国际的医学的一些资料翻译成中文的维基百科条目。然后后来这两个学生他们就是跑去做医劳盟的事情，医劳改的事情的，所以说就是后来其实是很由台湾大学的一些医学院的学生，然后还有现在我们在这边也有大家的那个学院背景就是不太一样，对，因为 open source 聚在一起的一群志工，比方说一开始讲不要喝骆驼酿的 Miss 酒，是我们主力成员，还有雨竹，还有 Kidogo 是不是？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按压也有说要帮忙，对，对，然后还有 Rick， 对，那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呢都会尽量的去更新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一周一小时的工作入口页，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希望能够尽量的产出就是一个至少四段的一个短的医学条目。那像这是我们每个礼拜都用 TechPad 来做的，比方说我们去年十二月做了子宫颈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条目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就问如果有医学志工想要对医学有兴趣的志工想要来帮忙的话，这边会有英文的段落，然后我们这些志工就会负责帮忙把这英文的段落翻译成中文的段落。那他这里都有一些基本上我们跟一个加拿大的医生合作，他每个礼拜都很有，他很厉害，他会生产出非常多的这种短的条目，让我们来做翻译。对，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目标是，这是国际的条目的连结，然后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2015年呢，找出1000个医学的基础条目，然后翻译成100个语言。中文维基百科是我们这一群社群主要，我们在摩斯公聊，在这边摩斯公聊主要在做的一个翻译的语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呢，他目前所谓刚刚那四段的短条目，现在已经到将近100多条，对，在这边就是他现在还在继续写，还有是过150条嘞。对，比方说，那我们之前有翻译过的，然后他有100种语言嘛，然后中文的是在第6组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边，中文在这里，然后这里我们把它很多绿色的这个档都是我们把它改成的，对比方说 A 型肝炎，这个 Hepatitis A。我们把它翻译完了以后，我们用 TechPad 把它翻译完了以后，它在中文的条目上就出现了。那上面这四段就是我们翻的，然后下面可能还有一些原本中文维基志工就有做的翻译这样。那基本上呢，我们这样子持续了大概从去年10月到现在，已经完成了48个短条目，然后。令人感到非常兴奋的是，我们也完成了长条目。长条目不止四段，长条目是根本就是一个医学论文的一个水准。那个时候就是我半死去活来，因为非常的长。就是尤其像在这边我们大家，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翻译的那个长条目叫做下背痛。然后我们到时候我们就自己也都翻得快要下背痛，可是还蛮这个感觉还不错，就是我看一下那个下背痛的条目现在在哪里，下背痛 lower back pain， 真的叫什么 lower， 有 lower back pain， 那中文呢在哪里？
是28吗？29、20下面。29哦，亚洲，好，看一下中文下背痛。然后绿色的是已经搞定了嘛？但其实我们不只是要把它翻译，我们还希望能够把它变成特色条件。哦，下背痛。对。真的叫下背痛。然后很厉害的是，我们后来就真的经过了甄选了以后，我们就成为特色条目了。这个条目不好拿，因为有需要经过很多的在中文维基百科的其他志工的审核，那花了蛮不少力气，就是把原本翻译出来的东西，再把它弄的中文维基百科志工也觉得品质很好，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最品质最高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条目，对，所以说就是反正目前成果还不错啦，那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志工可以一起来参与，就是因为现在真的是翻译的海翻现在是一海无涯，然后也还不会回头啦，因为还真的还蛮有意义的，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下海，加油！好，那我就刚讲到此结束，谢谢。